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的疗剂叫做癫化汞 Mercury Iodine、学名呢叫做 Mercurius Iodatus Flavus Mercurius Iodatus Flavus、这个都是一种即是汞是水银 的其中一种、大家呢、很多症状呢是跟那个水銀的本身都很相似的，大家可以找一找汞 Mercurius Solubilis 那個主要的、那個、特徵。但是這個療劑呢基本上呢可以用在兩大應用的地方、首先的應用的地方呢就是喉嚨痛、喉嚨痛呢，如果喉嚨痛呢是在右邊為主、喉嚨痛右邊為主，咁加上个水银嘅症状啦，汞嘅症状呢就会流口水吓，又即系流口水，口气重，同埋呢系虽然流口水但都好口渴吓，咁呢种咁样嘅基本嘅背景嘅嘅喉咙痛发炎溃疡，咁加上呢系主要是在右边、Mercurius Iodatus Flavin 是癫化汞，就是这个主要应用的地方来的了。好了，那利用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用在那个乳癌那方 乳房的肿、肿胀 乳房的肿胀，那就是加上呢是那个腋下呢有结节，咁患处呢就有啲蓝蓝紫紫啦，咁有暖汗啦，同埋呢係有胃嘅不适。咁汞嘅人嘅本质呢就係容易出汗，又怕冻又怕热，总之就硬係呢搵唔到一个舒服嘅温度嘅。咁如果有乳房嘅肿瘤，有啲乳房嘅瘤，加上出汗出暖汗，同埋呢係肠胃不适。咁大家可以考虑呢一个嘅疗剂下嗰个癫化汞 Mercurius Iodatus Flavus。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的。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